将来变成人形，岂不祸害人间？ 白白的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大哥，好像不让我。哎，娘，等等啊，我要饶人。
这啊，就是怎么说不是一回事？师弟啊，这回我们人家请来参加这个水陆大事，我专门让人定制了一件袈裟，都怪你，告诉我那个妖怪不厉害啊？对我来说就是不厉害啊。那对我来说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两位长老，久等了。多有怠慢，才二十岁。听闻陈县令要在此搞一次水陆法事，我与师弟二人不辞辛苦，日夜奔波，赶于此地。我感佩，此文既不成，西天罗汉转世，洒脱超凡，修炼佛。想必您就是济公长老。本官太平县县令陈爷，见过济公。陈师，贫僧乃是灵隐天子，法号广明。长老说笑了。季长老就是风尘，想必这位才是广明师傅。这位是我师弟，平时这么大胆，我说过他无数。见过济公长老，好不好？这么冷，我饿死了。要饭桌啊？有没有地方换衣服？有有有有，请二位长老随我来。请。大鱼大肉尽管上啊，要吃的。对。济公长老，这几位都是我们太平县的老伴，一直仰慕济公长老的神明，此次水陆法会。
刘总裁的事情。把女子呢？什么女子？宫内只有孩儿自己的。胡说八道！刚才分明听见女子说话的声音。爹，孩儿是宫内，哪来的什么女子？你冤枉孩儿。天夜里都能听见我那儿子房中传来女子娇笑的说话声，可我每次冲进去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而且我的儿子是日渐憔悴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更是无心读书。我陈大人，有本仙师在此，山野小怪幻化伪装，肉眼凡胎的凡夫俗子变了。老张，你怎么看呢？都眼胖了。这事儿怎么看？哦，哎，不知道。你哎呀，果然是个沽名钓誉的混混，到处的骗吃骗喝。那你们佛门弟子大部分都是旧弟子。这位道长，佛门乃是清净之地，能容得你四弟便无了。真的，你也看到他一个和尚喝酒吃肉，哪算一个出家人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对吧？这些酒肉要让我吃了，我不是有好处吗？我就是吃不来。你看你。哎，王才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得正好。你说说，这不是你让我吃你的？先生，请进来。哎，陈大人，不要被这个疯和尚所骗，不过是小小的障眼法而已。看，心如何破？
快死！现出原形！刚刚跟着我呀，都说了，要注意啊！师弟，别动，有点正形吗？这里边，大爷，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哎呀，这个小丫头有几门道啊？你们继续聊，继续聊。坏水，看看你把我孙子给弄的。孙子，
喂，你胡说什么啊？我明明是说我要降得住他，你叫我三声爷爷啊？什么爷爷？嘿，行了，他是你什么人我不管，不过若想让我离开这里，必须答对我三道题。答题吗？通。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这三道题名曰本心难，你若答错一道，脸上生出黑痣；你若答错第二道，全身发黑；你若答错第三道，恐怕你就真的要去见你的父亲。不，他老人家太忙了，没时间见我。要不然，你问问试试。这第一题。哎，慢着。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啊！我要是全部答对了呢，孟科长，别忘了我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你长得本来就不咋地了，这万一要答错了，那还能看吗？你见着？哎，喂，何为大？不是，本先师大自幼博览群书，专研各种典籍无数啊，这算什么问题呀？啊，古人云，大道无子，可以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可以运行日月。正所谓道在天地，山河为道，鸟兽也是道啊。那这算什么问题？和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答对了。他答对了，这开什么玩笑？他说不知道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问什么？不知道才问。你对呀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做人要谦虚低调。你看你看，哎呀，何为无情？不退出，我不玩了。哪来骗我？肉子，你敢打我，我干啥？哎，阿弥陀佛，这位是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更何况贫僧的师弟是傻子。这傻子是犯法的。犯什么法？我跟你拼了！我要杀了你！你给我等着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拉我干什么？姑娘，我打他，你心疼。多谢指点迷津，大师，我还有最后一位，你若答对，我从此离去，就此不再出世。人妖术，你若不傻，只会害了他的。何为情？阿弥陀佛，你敢？哟，哼，小妖精，你可不是我的对手。停。和尚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他不过一介凡人，你今天若敢动他，我就杀了。哎呦，看看，这就是情，这就是情。如此残酷，因为有情。
能终成眷属。你身为妖，我修行千年，他只混进七八十岁化作尘土，你忍心得见？心若有情，就相得天地，亦会牵挂殿堂。此生无缘，未必来世无恨。这要求你可能干？神通广大呀！恩师，放心，捉妖这种小事，我师弟可是手到擒来。不过，明天的水陆大会，还是应该有你出面的。毕竟，佛法还是贫僧比师弟要精通的多呀。我师兄说的是，我岂不就是出肉多的就是捉妖？岂不开了玩笑？大华寺的僧人也会来为。师弟，这不就是我们土生土长？那钱财乃是生命，你怎么能够？哎呀，陈大爷，我是听说了，钱财身外之物。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董子，陈师弟，虽说我们土生之人不在乎那些好坏之物。不过总得有人相托，为修善子今生。你说严三，今日的仇先是我杀你，誓不为人。将近，没有什么机会，别挂名了吧。
我说你的寿元将近，命不久矣。杀了我，你也得死。若肯休妻认罪，现在就得死。日上，延续寿元的灵丹妙药不是你，可惜你中了，我也中了。不过嘛，有比灵丹妙药更好的东西，只要你把它吃了，别说是天灾寿元，就是长生不老。得道圣僧，好你个妖道，竟想借我之手去杀得道圣僧。所谓的得道圣僧，不过是人的取名，哪有什么年年益寿、长生不老之说？若是罗汉转世，若非你说的是那位游走世间、人称癫僧的道济和尚？正是。世人传言，这道济和尚乃是罗汉转世，但法力高深，曾有妖王被他降服。宝清虽有万年道，但与那妖王也不过是伯仲之间。若是平时嘛，啊，我在下掐算，明日此时天狗时运，届时煞气冲天，法力会大减，此仗已消，莫非敖道友还抵不过他？本仙师自有办法将他引出来。老道友，我们人世间有句俗话，叫做人不为己，天不为利。老道友，难道你真的愿意受人殆尽，身与道消，不认一把？只要把妖丹打炼了，是千载的寿元，千载寿元，人如未尽，天诛地灭。Ah!
缩水腿。好，老杂毛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都用不着我师弟，我用几根手指头就能把你给收了。好，我要看看你用哪根手指能收了我。师弟，往后退去，小心一会儿溅了一身血。来吧。Yeah.
不是天天宫。你不是喜欢画虎奔子吗？怎么上手了？我还会蝎子摆尾呢。哎呀，你怎么对我和对我师弟不一样啊？不知死活的功夫，我一打，我打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挑衅五仙师？你真以为你是罗汉下凡的？贫僧只是轻慢，你就这样上手？你给哪里几个掌？
便话我什么，要不都怕误会。卫兵，取回腰丹。不要跟他对打，他是降龙罗汉转世。
长辈好生之徒，我佛慈悲。行。一饮一啄皆有定数。老秦，你修行万年，都为此作恶害人，为何？只怕杀生成孽，以为报应。既然知道，那为何害我？有善行，必得善果。时机若到。真龙都打，还怕什么？可不是啊！我去找你老大忙。我出去吧，我得去。哎，干嘛呀？还非去？
算是相应的话，他想跑，哎呀，你可差一点就跑掉了，再敢跑吃了你。变成我了就行，干嘛还非得让我变成小孩，最后还得变成你。他吃了腰丹，受了伤，真是没面子。贵宾不厌诈吗？幸亏本仙是留了一手，在腰丹上附了一道元神。哼，人们都说你济公大智若愚，看吧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，谁呀？
多人出血饶人，都是出来混给面子吧。哎呀，差不多行了，他回你休息，我送你一场造化化情，搞平了。你多谢圣僧，我记住要多行善事，切不可为非作歹，否则我收了你。小小花妖，竟敢戏弄本仙师，找死。老大妖，现在已经控制住他了，难道你要收回妖丹？我要救他吧。嘿，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，觊觎我的妖丹，幸亏罗海爷点化才幡然醒悟，啊，今天性命难保。母亲，那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你必须杀了他，只要吃了他，你就可以渡劫化龙。请你要想清楚啊，难道你不想化龙了吗？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若行善积德，你修行千年纵然能修成正果。老青，一步上天，一步入地，一念之间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冯和尚，你给我闭嘴！罗汉爷，晚年从未杀生，如今大限将至，情非得已，还有机会渡劫化龙吗？老青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你只是一只妖而已，就算你再怎么积德，天地都不会容你。哎呀，你这个老杂毛，好孩子都被你带坏了。阿弥陀佛，一善一念，一阴一果。老青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Thank you.
施主真是有心。我送。快快请回。啊，回吧。啊。慢走啊。家之人慈悲为本，他们怎么样的东西？那咱俩这趟也不能白干啊，不是？这回师兄我要原谅。话说这个陈县令真是那么客气，我们出家之人给他们帮点忙，那不是理所？是肉馅的，你被安排了，好人全让你给夺了。